国庆大会今年的主题是守土卫国，你我同行，由八哥浪团队与董事长乐团揭开序幕。而表演的一大亮点是受邀来台的日本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他们所带来精彩的演出。由台东马兰阿美族歌谣教父蒋静心高亢悠扬的歌声揭开国庆大会表演活动序幕，凯道上第二代马兰吟唱队与董事长乐团等团体共同演出，诠释来自台湾的各种声音与力量。有希望梦想就会伟大，紧接着国军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壮盛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三军一队在没有音乐伴奏下演出静默枪法，透过拍枪、靠腿、跺枪、踏步等方式发出声响，震撼全场。今年更提升难度，全体一队做出难度更高的左手转枪，请给予一队弟兄热烈的掌声鼓励。请大家为我们的飞行员及机队掌声鼓励。紧接着有橘色恶魔之称的日本京都菊高等学校吹奏乐部出场，身穿黄橘黑服装的高校生整齐划一又充满活力的动作，加上多元灵活走位，赢得满堂彩。此次表演主题为台日友情50周年，活力满满，梦想满满。而空军雷虎小组 AT3 教练级编队以大雁队形飞越观礼台，脱曳红白蓝的美丽彩烟，让这次国庆大会活动画下完美句点。记者林庄志成综合报道。